日前，王祖蓝出席某活动，被问到不想李亚男拍亲吻戏，王祖蓝笑称：“有谁喜欢跟他亲呢？他长得又不是特别美，对不对？只有我独具慧眼看上了他，其他人会觉得他一般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问题。”对此，网友惊呼：“胆子好肥，回家跪遥控器吧！”据悉，王祖蓝工作一向都非常忙碌，香港内地两边飞，绝对大忙人。不过，祖蓝近日竟然有时间收拾屋子，还让他找出来小学的成绩单。王祖蓝晒出了三张小学成绩单，前阵子收拾屋子，竟然找到成年小学成绩表出来，而某几年的评语竟然都是叫我要清晰点，可想而知我当年多么骄傲，收拾屋子等同寻宝，回忆全都回来了，我都想打以前的自己。照片中就见到王祖蓝晒出三四及六年级班的成绩表，成绩相当不错，还拿过不少奖项，有学业奖，有朗诵奖，原来年纪小小口才已经那么好了。好友容祖儿就留言说：“这么棒，想不骄傲都难。”